为着要提升镇内的运动风气，同时来培养专业的运动人才，这三镇公所恢复停办多年的镇长杯羽球比赛。这为期两天的赛程是吸引400外位的选手来报名参加，其中还包括来自屏东、台南，也有彰化县的选手。高手过招，也有这场比赛是相当有看头。参赛选手是一种精神，拍好每一球，除了展现平常时的训练成果来争取上好成绩，也要增加家己比赛宝贵经验。我喜欢打羽毛球 的原因就是，它是我的兴趣，而且我很喜欢羽毛球。因为本身就是竹篙毕业的嘛，然后因为回昆山国小带之后，发现这边有一个比赛，然后因为教练也说可以来让小朋友来增加比赛的经验，所以来想说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，给学生多磨练这样。一年一度的第三镇长杯羽球赛，为期两天的赛程，为今日开始在第三高中闹热展开。这摆比赛是吸引来自各县市，拢总400外位的选手报名参加。和比赛现场是充满选手和学生家长的活力和热情。今明两天吸引了98队，总共有488个选手来到了竹山镇。用这样的一个交流可以带动竹山镇的一个整个运动的生气。让我们不止心灵健康身体也要健康。在羽球项目，以比赛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，因为就是以赛代训。那在黄镇长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连续3年的比赛都不用报名费。那今年适逢国小就是全国团体赛刚比完，那大家要磨练4、5年级的选手，所以我们今年的国小去年是12队，今年总共有31队。停办几啊年的第三镇长杯羽球赛，重新恢复办理了后，参赛人数是逐年增加。头一天的赛程，卖为透早8点拍到暗时7点。对此，第三镇长黄丹云嘛表示，每年镇长杯羽球赛将编列经费提供奖金。各类参赛队伍嘛，吸引更加侪人报名参加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